习长夫人用 iPhone， 雷军话请用国货。国产机崛起，不过都未可以同 iPhone 呢啲外国牌子比。睇下，习总夫人都系用 iPhone 嘅咋。有中国乔布斯之称嘅雷军，前日出席一个记者会嘅时候话，之前有机会同主席握手，已经想问可唔可以请领导用小米呢啲咁样嘅国货啊？不过始终唔好意思，虽然未得到主席同埋夫人嘅垂青，不过有接小米订单嘅通达，寻日再破顶，一度高见一个3.6，收报一个2.8，升半成有多。人哋只股比自己大歇，不过雷军就冇心喐，话小米喺未来5年都唔会上市。佢喺记者会又话 ，A、B 股系适合创新企业上市嘅模式。咁系咪即系暗批我哋唔够创新啊？